用对自己的火焰召唤着。
团员，因为我们的其他人要调音，来介绍一下团员。好，就从我左边这开始介绍，左边这位是电击二吴祥瑞吉他手，然后也是物理奥林匹亚金牌，啊，这不重要。然后后面这一位呢，是我们机械三谢宗宇 Johnny 鼓手，没有人，哎，鼓掌啊，鼓掌在哪？Johnny 说他今天朋友都有事不能来，所以人比较少。好，再来我们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右边这位，哎，在忙的这个 band 手林天立，哎，掌声一下，哎，天立，天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天力，大家就电力系听到天力，应该都就是耳熟能详，就不用多说这样。对，然后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电吉他手兼团长康泰友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右边这一位，我们的第一号主唱詹书凯。然后今天刚好也是他的生日啊。对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就是，哎，只剩我啊，我是电击二王庭，然后是专门帮大凯合音的，对，大家多多指教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那大家调音，哎，大家调音调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下一首歌曲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想你只能给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那刚刚这一首歌叫做仙子玛丽的礼拜天情人，然后再讲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只能当就是一个女生她一天的情人，因为她可能是有夫之妇之类的，对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，对，就是有点悲剧这样。好、哦，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表里。好，那因为我不太会讲话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带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，也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曲，叫做它是怕胖团的《是不是有病》。对，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